来关注一下疫情的最新数据。国家卫健委尽早通报，昨天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例，均为本土病例，都在北京。新增疑似病例2例，为境外输入病例，都在上海。另外，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报告了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，均为境外输入。